已经办了16届的动漫季今天上午在台大体育馆登场，今年最红的就是美国队长和假面骑士了。那么有的人很厉害，用厚纸板和刨冰碗跟泡棉就可以自己动手做，不花一毛钱，也有人是花了上万元上网订做。电影《复仇者联盟》正夯，美国队长就是其中一个角色，大热天包得密不透风，动漫迷却甘之如饴。这套衣服如果从全身上下配件加到盾牌吧，差不多快要10000多块钱。所以是定做的吗？是定做的，这是要专人定做的。厉害的是假面骑士身上这一套全都自己动手做，这是用厚纸板跟泡棉做的，然后这个盔甲的部分是用软垫下去做切割，然后成这样一块一块的，然后这个是吃刨冰的那个碗，把它稍微修剪一下就变成这样子。还有魔法少女和银魂里头的三个角色，以及 K-On， 每一个角色都打扮得像得不得了。2天的动漫季，动漫迷全出动，大玩 cosplay。